最讨厌人家叫我闭嘴，然后他就指着我说：“你闭嘴。”好，那你瞎了，你瞎瞎了。你不要生气，你别激怒。什么事啊？我跟你讲，这是不是？我帮你讲，你怎样？老子就烧了，是不是？女生会动怒，就是因为你的观念也不正确啊！我那时候很甜蜜的，你的观念也有。我是最近起了些波澜了，对。你是找不到船呐、啊，我有一堆救生圈的。需要去找什么船？啊，你怎么被垃圾吃掉？我活在自己世界，你才活在自己世界。我的世界就，我现在目前世界一个人嘛，就。来录影做脸，不要当臭，好像大家千里千一样。感冒还来录影？感冒还来录影叫做敬业。那你要装出来没有感冒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彼此有没有觉得对方，哎，我蛮欣赏的某一部分？其实我蛮喜欢你的。你现在已经95分了嘛，差5分嘛，就在一起了。我双鱼啊，双鱼很温柔，很温柔的。什么双鱼座？食人鱼啊，是斗鱼。等一下，还没开始哦。等一下，先不要吵架。拜托，对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女生双鱼更完蛋，不要完蛋。男生双鱼才烂，好不好？更烂呢，不是一个吗？把我两个女人双鱼座的，烂在哪里？特别是我脾气不好，我们本来就大不自大，怎么的？对，怎么样？脾气不好，但是我会忍耐。我的抗压性很好。是上次吵架，因为我最讨厌人家叫我闭嘴，然后上次就指着我说：“你闭嘴。”好，那你瞎了，你瞎瞎了。英文也不行。这里不要大声的。刚谁先好啊？刚谁先大声的？我跟你讲，不行，你不要以就是你。不止你是不是不会讲话？你怎么这样？马哥，我觉得你不可以用你那个老派的观念，那你套用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你就不要管我嘛，我讲我的就。那你觉得你的伦理很好吗？我至少多活你几年。举个例子啊，你觉得你的伦理道德很好吗？我跟你讲，有些小时候喜欢观念，你说说，这也是一个对号入座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感觉不是感觉。是哦，你有事吗？你超多事的。我跟你讲，你因为你们年轻人这一辈，所以把整个节目弄 low 掉。好笑，这一集我先破1啊！现在叫做0.6，你最好了，你0.6。没有安全感，然后觉得我们总是在外面，好像都是要一定是你骗他吧。你啰嗦什么？你今天玩怎么样？很好玩啊！今天那个 B 跟 C， 妈，你没有跟我讲有 C 啊！玩得开心，你那现场十几个人，你要叫我，你是班长，你是班长。为什么你们男人都要营造自己没有女朋友的假象？你把你们当什么？如果我直接说我有，你闭嘴闭嘴，我还没讲完，就给自己闭嘴。今天说好不吵架，如果吵架，对谁让我们判定他有生气的话，那他的通告费就要捐出来给对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不缺钱。哎，你看那个嘴脸，这个已经这个嘴脸快踩红线了。你就是这个嘴脸才会惹恼很多人。那你不要生气，你可以得到他的通告费。对他就是要激怒你。什么事啊？神经病！身体不好就不要生气。很激动 ，OK。对，感冒还来录影。感冒还来录影叫做敬业。那你要装出来没有感冒啊，对不对？有些你的观念要改。第一个，你来录影的时候脸不要那么臭，好让大家千里千一样。你那些观念是不对的。例如说，你对感情的观念啊，我可能要男朋友怎么样？如果说你的观念是对，那你今天怎么会单身呢？怎么会分手呢？对呀。说我现在不来，你会来吗？你还不是靠我，靠着我的力量上来。对，好事，对，好事。如果我没有丢球还给你，我就会跟你吵起来。
辈子啊，等到你有这个名气啊，那大明星就了了。对，哎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最近好像单身的也不止我一个。对啊对啊对啊，那可能是我自己要去调整，所以我去反省。对，而且重点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上次上节目讲的那些什么感情观念，我们女生会动怒，就是因为你的观念也不正确啊。啊。我那时候很甜蜜哦，我那时候很甜蜜的。你的观念也有，我是最近学一些波兰的，对啊。对啊，你是坐不够船呐，我有一根救生圈呐。需要去找什么船？啊，你等着被鲨鱼吃掉好了。我是鲨鱼了，你是属水的鲨鱼。OK， 我们二十七八岁，你也这个太心态好了吧？你超成熟的，超成熟。我只是长得比较早。对长辈说屁嘞，我对学长说屁，我说屁啊。我说你，我说学长对不起啊，可能没有教我。他说哎屁嘞，你在外面早被打死了，对不对？啊屁嘞，看学长，哎，屁蛋。不玩瘾了，康哥回家，哎，康哥吃不错。你们彼此有没有觉得对方哎，我蛮欣赏的某一部分？其实我蛮喜欢你的。如果把你调教一下，变你现在已经95分了嘛，差5分嘛，调教完就在一起了。我们之间就，我现在目前世界一个人嘛，就等你加进来嘛，听不懂啊，下一组。有礼貌，有礼貌，有礼貌。神经病，这个。